转经轮之功德。尊贵龙德上师慈悲开示转动经轮时，应将凡夫的愚痴心转成圣者的慈悲心、智慧心。善信男女发心转动解脱转经轮，等同于持诵经轮中所有经咒无数万亿遍，功德不可思议。以下揭露诸佛菩萨针对经轮之功德之开示。一、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示，转动经轮一次胜过闭关一年、七年或九年。乘此经轮威力故，一切善神护持救护，解脱一切非时恨死及痛苦。与子、财、享用、衣食、奴仆等无人能比，若言身与之善行，无有超过此经轮力大者。二、伟大莲花生大士开示转动经轮时发出的声音，凡所听到的众生、触及影子的众生、以咒轮加持的水饮用触及的众生，都能够将其罪业于刹那间获得清净。那些精进持咒转经轮的人，无疑将获至实地的果位，所有无量的负面业障也将立即消除。凡是欲求往生极乐世界者，应当勤转此经轮，五无间罪也可以依此得清净。三、慈悲弥勒菩萨开示，如果对甚深的经轮供养锦衣，将在未来五百世得好衣服的果报。如果对甚深的转经轮供养，将直达解脱之道，供养华曼将成为所有有情的护主。你积聚的功德胜过诵十万遍、千万遍咒的功德，神灵和天魔将顶礼你。你将主宰人类、财富和食物，有关你的一切将富有深意，就连你的影子掠过的众生，均从恶趣得以救度。如果对六字大明咒经轮做各种食物等的供养，你将成为千福转轮圣王，尽享所愿。最后你将得遇无上悲藏观音大士，具夫行者向他人示显六字大明咒的经轮，或解脱或传此轮的教授，就如同传佛陀的教授一般。四、佛在经中云，转此经轮等同于不间断的供养十方诸佛菩萨、上师、本尊、空行、护法。对众生做财施法施，还可以清净自己对上师、道友、即分本尊、空行护法。毁坏誓言、发生冲突、怀恨在心、激烈争论，以及身与意三门的一切罪过。如果一边转经轮，一边猛力忏悔，那么五无间、四众、八邪、十不善等所有罪业，全不可清净无语。胜福三界三有天鬼人，聚集法财时，转此经轮可令人天欢喜，一切三宝大悲尊主、上师圣众都欣然随喜。此人弘法立生事业，周遍四面八方，每名传遍三千大千世界。五、莲花生大士云，依靠转经轮的功德，可任运成就修法的一切顺缘，消除一切为缘障碍、病缘害缘、360种疾病障碍、80万魔障、21000种咒魔、360种本魔、诅咒厌胜压制、不吉祥卦象、噩梦、凶兆、严重灾难相等一切违品的恶缘。六、密主金刚云，转此经轮比修100次长寿法、观100次护轮、做100次护轮的威力还大。